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所以方向很多了，你要自己去摸，因为行销是属于人数贴的最多，只要你跟这是我们的旁边的人去跟他乞讨，他都愿意请来上身。神助你还愿意求神的话，只要你愿意做，一定会成。但是我有自助，所以你要自己去学习，自己去跟市场的长者说。对，没办法，一路上过来到现在，会突然起来很高，突然很好，可是又真的，然后到最近真的是到一个到底，对，我就觉得不知道到底该继续，会，可是。店里有卖就不能停，就这样，这是很重要。我们后来因为店里卖，但是有时候没有时间去，后来就变成去一定都没有卖，只要他以后就都去。
会，所以我们亲爱的吧，有请员工吗？有，就是内场。你这边会有问题？嗯，就全年上班，然后现在上班的员工呢，以下人员。如果全部加起来也算是不少，不少了。对，所以还有两个女的，肉皮比较筋嘛。嗯，这个要揉起来吗？是不是？先够揉吗？不要直接够。这个太难了，这个女的。够调的。我就觉得我不知道到底要不要继续做这个东西。啊，是我开服啊，你三斤一斤会使够啊？还是他也说他不开服，他让你三斤变高，当四十五得到。那开服的话，直接可以计算时间，他会不会变高吗？自己要去选择，那你选择哪一家店确认了，到时候再来店，再写自己的价，然后看，或者是请工人的师兄姐去帮你看风水，把它调到最好的状态。我们现在其实是有在想要把一些业绩不太好的店，就是稍微的集中，就可能集中到休息，不一定要服务到，因为有时候服务员到家。我们的违约金比规定付的违约金还低一点，你自己去考虑，因为那个时间状况只有你自己知道。是你自己的，各方面的，阿正帮我们多做建议，你到最后决定哪个地点，哪个位置，地点会比较重要，对吧？我说我选到的这个地点比较好，在那边做。能够开到三间店以上，其实你们非常辛苦。你做的东西应该是对我们比较多的。但是现在的状况，应该是我们集中主力，一间店都是把一家店做成主力，那别的话，那应该都网络啊，什么其他什么，应该到处都可以卖手，也跟你竞争。所以就是你要去如何把资源。结合到你真正的专业，把你的专业发挥到你的这些知识结合去影响，都没办法做，都天天都是钱钱钱钱，你的创作，你的最有的东西出来。新生工会员频道开播喽！想看更完整的内容，请加入会员。希望能够继续支持哦。那喜欢我们的影片呢，就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不喜欢我们的影片呢，就谢谢，拜拜。